2017年9月5日，四川省德阳市的天空久雨放晴。位于市郊的这片工业区人烟稀少，植被在雨水的浸润下生长得异常茂盛。因为一桩失踪案，德阳市公安局泾阳区分局的几名民警在这片区域展开的搜寻工作已经进行了几天。由于是新建地块，这片空地杂草丛生，沟渠纵横，搜索难度很大。从很多因素综合性的来判断的话，我们认为案发现场在那一片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啊。所以说呢，对那一个区域开始进行地毯式的这个搜索。几天来，工业区仅有的几户人家向民警反映说，他们总能闻到有一股恶臭断断续续飘过。有一阵那个腐败的那种味道，就是那种尸体包括动物啊这种腐败的这种味道，但是它的味道不是持续性的，是一阵一阵的。也是在中心县城那一卷，他的家就住那儿，在他说他们家附近有这种味道，然后我们侦查员就是跟他一起到他家附近去，但是确实没发现可疑的东西。事实上，民警们也早就闻到了这股异味儿，出于职业的敏感，他们心里升起不祥的预感，那是死亡的信号。警方要寻找的人叫吴林，时年43岁，四川省德阳市人，他失踪于2017年8月24日。警方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最终确定他就消失在这片工业区，很有可能已经遇害。为了尽快找到吴林的下落，除了不断增加警力，扩大搜寻范围，警方还寄希望于一个叫张石军的人，因为通过前期大量工作，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张石军具有重大嫌疑，只有他知道吴林的去向。随即，侦查人员对张石军依法进行了传唤，很显然张石军拒不配合。张某自己始终不说吴某的下落，然后我们对吴某的下落的查找又没有一个新的进展，所以说这个案子到了一个很焦灼的状态。9月5号审讯已经过了接近20个小时了，当时这个口供一直拿不下来，因为这个传唤嘛，这个是有时效性的，传唤的时间24小时，当时就一直不得最新进展，但是我们很焦急，晓得吧？就说这个人24小时过后，如果没发现尸体，我们就要放人，就有可能逃跑嘛。失踪的人名叫吴林，时年43岁，四川省德阳市人。根据吴林的女儿王某讲述，吴林早年离异，多年来母女俩相依为命。2017年8月24号那天下午1点多，王某要去上班，当时母亲吴林正在家里打扫卫生。当天晚上8点多钟，王某下班回家后发现家中空无一人，于是拨打了母亲吴林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到了晚上10点多的时候，电话就打不通了，吴林彻夜未归。第二天，王某向警方报了案。经过调查，吴林的社会关系十分简单，平日里也没有和他人结过怨。在他居住的房间内，经过勘查，技术人员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但是在接下来的十几天时间里，吴林如同人间蒸发一般，没了踪迹。那么，吴林为什么会失踪？警方又是如何一步步确定张石军具有重大嫌疑的呢？在仅剩4个小时的传唤时间里，又会发生什么呢？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一次外出，他竟然离奇失踪。更多的证据指向，就是他和吴女士。失踪前接到2通神秘电话，谁是最后的接触人？晚上呢，
和这个吴某打了电话。警方全程紧急搜救，最终将揭开怎样的失踪之谜？小镇理发师一线正在播出。这法官啥意思？就是给我剪上点。剪面过？剪了一次面。剪完面过就没联系了？剪完面过没联系。啥意思啊？联系的？就是打电话。说这里我给他打有几次电话。张时军承认自己认识吴林，两人是在不久前通过婚姻介绍所结识的，期间只见过一次面，彼此并不十分熟悉，更谈不上有什么恩怨。为了证明这种说法的真实性，还事无巨细地回忆了那次与吴林见面时的种种细节。在描述的过程中，他几乎没有什么表情，语气也听不出起伏。他说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的时候，他很多细节都记得清楚，就包括这个女的当时拿的啥颜色的杯子，拿的啥子伞，中途上了几次厕所，他都能够描述清楚。但是一说到关键的地方，他就记不到。张时军，1973年出生，四川省德阳市孝泉镇人，早年离异。1998年开始，他在距离德阳市区20多公里的百龙镇经营一家理发店，既是理发店的老板，也是店里唯一的理发师。张时军不断强调自己压根儿就不知道吴林失踪了，他甚至否认案发当天与吴林曾见过面。但这个就与我们前头掌握的情况就完全不一致啊，就说白了就是他肯定在说谎。就是个女的，如果活起来没找到人，如果死了的话没找到尸体，所以很多东西我们不敢提前就过早地暴露给他。张时军不知道警方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他具有重大嫌疑，而这些证据的收集是警方投入了大量警力和精力才获得的。事实上，在接到吴林失踪案之初，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吴林的失踪时间是在2017年8月24日下午1点半之后，除此之外，没有案发现场，没有人证物证，破案难度可想而知。能用到的一切的办法，一直发现不了吴某，人在何方？没有外出的迹象，没有乘车购票的记录，也没有上网住店的这种记录。然后他的这些银行卡啊，这些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就像这个人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在这个社会上啊，没有一些生活的痕迹。当初在多方查找无果的情况下，警方调取了吴林失踪当天的手机通话记录，也就是在那时，张时军进入了警方的视线。这个失踪者吴某最后有两个联系人，一个是他的一个朋友，姓于的，这个是8点21分晚上的和这个吴某打了电话，但是后面经过我们的核实啊，通话的地点啊这些，咱们就把它排除掉了。于某的嫌疑很快就被排除了，话单显示另外一个电话就是张时军打给吴林的，在当天下午10点过就给这个吴某打过电话，而且计算位置，就我们通过就通话的位置应该就在吴某居住的那个小区那个范围之内。吴林失踪当天下午，张时军不仅给吴林打过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他就在吴林居住的小区附近，当然不能以此就说明吴林的失踪一定与他有关。当时为了掌握更多的线索，侦查员并没有与张时军正面接触，而是先秘密蹲守在他的理发店附近观察。当时有侦查人员到他的店里面去看一下店里面的布局情况，包括对店里面的一些地面啊、缝隙啊，或者是门把手啊，这方面都进行了一个观察，就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他的一切生活很正常，每天早上准时的开门啊，大概8点多9点理发店就打开了，正常的做生意，
没什么生意的时候，他依然就是在对面的茶馆里面啊，打打牌啊，喝喝茶啊，这些一切都很正常。案发后张时军表现如常，经查他也没有犯罪前科，周围的邻居对他的评价也都很正面，这在当时的确给侦查民警带来不少困惑。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案发当天下午张时军给吴林打过电话，通话位置就在吴林居住的小区附近，这绝不是巧合。更多的证据指向就是他和吴女士，我们能够确定他们肯定在当天见过面。对于这个问题，张时军开始还极力否认，不久他又换了一种说法。案发当天8月20号，他说他跟这女的也见面了，这女的是自己乘坐公交车走到他那个白龙经营的理发店里面找到他。这里面啊，煮了个鸡蛋，我吃了两个，他吃了一个，他吃了给他洗了个脑壳，他就然后在我就把他送走了，说了就是说他上了车了，他是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就是煮了几个鸡蛋，煮了好多面，他都能够描述清楚，然后他把女的送到公交车站，那女的自己坐公交车走了的，但这个就与我们前头掌握的情况就完全不一致啊，就说白了就是他肯定在说谎。张时军承认案发那天下午与吴林见过面，但仍然否认曾去过吴林居住的小区。侦查员清楚这又是他的一个谎言，因为在接到报警后，警方除了调取了失踪人吴林手机的通话记录，同时也调取了他所在小区周边的监控录像。把那个时间点往后推，就是推到吴某，最后这就是吴某最后一次在家里面，就是2017年8月24号下午1点钟的那个时候的监控，我们就开始在路面上大量的查找。通过调阅大量视频监控，侦查员从小区对面的一处监控探头拍摄的画面中发现了可疑车辆。停放了一辆那种燃油助力车，是一辆红色的车，这个车的特征很明显，因为它只有那么小，然后它的那个车牌虽然挂了一个老年汽油车的车牌，但是它那个车牌是遮挡了原来那个车子的广告牌，所以对那个车我们印象非常深刻。侦查员之所以对这辆红色燃油助力车印象深刻，是因为他们在对张时军的理发店进行秘密蹲守时，就发现他理发店的门口就停着一辆这样的车。于是警方开始对这辆车的行驶轨迹展开追踪，监控显示案发当天下午1点多，这辆红色燃油助力车就停在了吴林居住的小区门口，驾驶人正是张时军。来到小区门口后，张时军一直没有下车，直到下午5点20分，吴林独自走出小区上了这辆车。随后这辆助力车从德阳市区一路朝城外驶去，当天下午5点50分左右，这辆车出现在了距离德阳市区20多公里之外的百龙镇，最终停在了张时军经营的理发店门口。这进一步证实张时军在说谎，他在外出途中离奇失踪。警方锁定小镇理发师，段段监控让谎言无处遁形。小镇理发师一线正在播出。张时军似乎有着一套自己的逻辑，他不厌其烦地向侦查员描述案发那天下午吴林是如何独自乘坐公共汽车去了他的理发店，又是如何乘坐公共汽车离开的。直到侦查员提醒那天下午他的红色燃油助力车曾长时间地停在吴林居住的小区门口，于是张时军再次编织了一个新的故事情节。他说2017年8月24日当天下午他去市区办事，当他走到吴林居住的小区时，临时决定约吴林吃饭，
但打了很多次电话，吴林都没有接。最后我要走的时候，他又给我打电话过来。打电话给说啥子？说他要走我那里去嘛，看一下。张时军说，当天下午五点多，他终于接上吴林到了理发店，之后他给吴林做了饭，洗了头。到了晚上八点多，吴林说要回家，于是他开着红色助力车将吴林送回了家，随后他也驾车返回理发店，此后也没有再与吴林联系。问起吴某的去向，他说他不知道，他说他把吴某送回家了。这与警方调查的结果大相径庭。警方调取了张时军在8月24日当天的全部行车轨迹的监控视频，通过大量工作，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出他的全部轨迹。在正对着张时军所在理发店的这处监控拍摄到的画面可以看到，的确如张时军所说，2017年8月24日晚上8:09，张时军驾驶着红色燃油助力车向德阳市区方向驶去，一直沿着这个路线就跟着车子，有车到人，然后就一直追，追到校区，我们校区杨家镇的是一个路上一个卡口的时候，当时是晚上，天就黑了，当时这个卡口不是很清晰，但是就发现一张照片，通过我们技术处理，就明显发现副驾驶就有一个女性特征的一个人在副驾驶高头。经过吴林的女儿王某辨认，照片中的女子的确是母亲吴林，但案件的侦破也就是那时遭遇了瓶颈，这也是后来警方对张时军依法进行传唤的目的。因为侦查员当时在对嫌疑车辆进行追踪的过程中发现，当天晚上8:35左右，张时军驾驶着这辆红色燃油助力车载着吴林进入了德阳市市郊的这片工业区之后失去了踪迹。他失踪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那个地方呢虽然有天网监控，但是它的覆盖范围没有那么广。红色助力车在这片区域消失的时间为晚上8:35左右，当时侦查员们在一起讨论案情时，忽然想起案发当晚8点多，吴林的朋友于某曾给吴林打过电话，通话时长为7分钟。他提到了这么一个信息，就是接电话的时候，对面也不是很安静，听到一些风吹过呼呼的声音。这个时间点他应该是坐在这个嫌疑人张某的车上，就是因为张某这个车他是一个助力车，他没有空调的，八月份还是很热的啊，他只有把那个窗户那个摇下来才能降温的啊，所以说他听到这些呼呼的风声啊，这些就证实了，哎，这个当时起码当时这个吴某没有遇害，还能和正常和他通电话。这通电话足以证明当时吴林接电话时车辆一直在行驶，并且车辆已经进入天网监控盲区。而根据此前的调查，吴林的手机是在晚上10点多时无法接通的。那么从晚上8点多到10点多这个时间段内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警方急于调查清楚的问题。然后我们就再次调整我们侦查思路，对沿线各个路口、各个社会监控、每个卡口仔细地进行甄别。侦查员以车辆消失位置为中心，调取周边各个路口的监控探头，经过反复的筛查后，他们发现当天晚上10:20左右，张时军驾驶着燃油助力车出现在去往绵竹的公路上，这个地方距离他和吴林消失的那片工业区不足2公里。但是时间已经过去1个多小时，接近2个小时了。然后对张某的车再继续往后推移，就发现他进入了我们这个绵竹市的一个那个乡镇路上，就有一个卡口，就清晰地拍到张某开车驾驶这个红色助力车的这个照片。
就发现车上没有其他人，就只有他一个人。更为蹊跷的是，0:32，张时军驾驶着红色助力车又出现在绵竹城郊，随后从另外的一条小路绕回百龙镇，于凌晨1:11回到他在百龙镇的理发店。我们就发现张某选择了一条本不该选择的道路，因为那条路非常远，他相当于就是说绕了很大，兜了很大一个圈子，然后人再回家。然后还有这个事情，张某出现在绵竹市的一个卡口照片里面的时候，张某是戴了一个墨镜儿。从这些行为，我们就分析张某可能有意在掩饰一些他内心一种恐慌和慌张。消失了近2小时，以及张时军舍近求远的回家路线，深夜戴着墨镜驾驶车辆等怪异行为，都不禁让人揣测，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警方急于在张时军那里找到答案。然后把就是经过回市区的，经过这个路上的一张卡口的照片拿给他看。当时他看到这张照片之后，他的身体有很不自然的反应，但是这个张某还是极力的否认，拒绝跟我们说吴某的下落，根本就不提这个事情。在对张时军进行依法传唤后，侦查员在张时军驾驶的车辆的后座上发现了几滴血迹，经过鉴定，正是吴林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综合已经掌握的信息，警方可以肯定，吴林已经遇害了。在这一类案件中，被害人的遗体是最为关键的证据，如果缺失这一证据，很可能直接导致案件不能成立，更无法确定张时军是否有故意杀人的行为。为了尽快找到吴林，专案组早在几天前就一面发布协查通告，一面增派警力，在吴林消失的区域展开拉网式搜查。然而现场灌木丛生，环境复杂，工作开展的异常艰难。中年女性突然失踪，警方推断已经遇害，一次相亲，她为何引来杀身之祸？他又因何心生杀念？小镇理发师一线正在播出。沿线要去查找我们可能认为他这个吴女士可能遇害的这么一个地方，审讯也是核心的工作，同时进行，这个是分秒必争的时候。此外，侦查员心里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他就是属于一个刚刚才认识的一个阶段，为什么会导致这个张某有动机去杀掉这个失踪的吴某？那么他的杀人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在对张时军周围邻居的走访中，侦查员了解到这样一个细节。他喜欢在他那个理发店对面一个茶馆里面去打打麻将啊，打打牌啊这些的。通过他的一些牌友，咱们也做了一个了解，就是打个比方说啊，就是如果他打错一张牌，如果对方是个男的，说他你这个牌打得不好，他不会生气。如果对方是个女的这样说他就会很生气的，要吵起来。熟悉张时军的人对他的评价是，性格内向老实，甚至有些懦弱，但又极容易被女性激怒。这种性格的形成被张时军的二姐归因于严格的家庭教育。啥事情我们那儿都说说噻，他说啥子是啥子就啥子，今天说一不二的人。那个8个就这么出来4、6岁直接吊起过来，就哪个不听话，给推开噻，我们盖好的肥全是冷冷条条，管得很严很严重嘛。就是那种传统教育，很严，晓得嘛？就是，所以我兄弟就是很内向。1973年，张时军出生在德阳市泾阳区孝泉镇的一户农家，父母都是靠种地为生的农民。
张石军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尽管父亲教育严苛，但母亲和三个姐姐对他却是十分宠溺。他也给我照顾，像我们孩子啊，就是很穷，懂我们。我们那儿就是一年啊，就是吃到一个蛋，我们兄弟啊，几个蛋就给我们兄弟吃。因父亲的严苛，张石军性格十分内向懦弱，又因母亲和姐姐们的呵护，张石军自尊心极强，而家庭的贫困又使他时常感到自卑。同时，在家人的宠溺中，他对女性有着天然的信任和依赖。谈及张石军后来容易被女性激怒，他的二姐说，一切变化皆出有因。1998年，经人介绍，张石军认识了他的第一任妻子。那时，为了改变经济状况，从17岁开始在理发店当学徒的张石军，决定在德阳市百龙镇经营理发店。但是，张石军生活能力差，不善于经营，理发店的生意始终惨淡。期间，夫妻不断因琐事发生争吵。他第一个老婆，结婚以后。生了一个女孩，老婆就去海南应该打工了嘛。打工以后几年时间，就法院就寄了一个传票，就是要求法院裁定离婚，张某不同意嘛，不同意，然后他的原配老婆还给他拿了2万块钱。二个还有点自卑，有自卑这种心态，没得进取心啊。这个以前的一些妻子就不愿意跟他生活了，要过好日子嘛。起义去法院去离的，让我们陪他都去离的，他们两个双方也自愿了，晓得吗？也想通了，一起去离的婚。在姐姐们的陪同下，张石军结束了这段婚姻。他把妻子的离去归结为自己经济的窘迫，同时感到三个姐姐也自顾不暇，对他的生活没能给予帮助。这使他变得越加敏感和自卑。张石军的第二段婚姻经历更使他对女性产生了怨恨的心理。第二段婚姻的时候，就是他的一个妻子嘛，就年龄很大，就跟他结婚的时候，他这个妻子已经是都有孙子，已经当婆婆了，就说白了就是年龄很大，就我们正常来看啊，就觉得这个婚姻应该是很不理想的。然后那媳妇儿把钱管了半年多，嫌兄弟钱找少了。然后那会儿不是过年，那几个理发烫头发人多噻，1万到2万块钱，过年全部卷走，离婚就要离了。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它就存在一个，就是对这个女性，特别在婚姻上，在这一块上，它就有一种这个容不得，可能别人看不起她，这种欺骗她。两次婚姻接连失败，使得张石军多年来一直没有再谈婚论嫁。他的姐姐说，张石军渴望家庭，但是又惧怕再次受到伤害。直到案发前几个月，他在婚姻介绍所认识了吴林。但是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他与吴林并不熟悉，也没有恩怨，他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呢？2017年9月5日，这天下午6点，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泾阳区分局会议室内，专案组一边研究接下来的对策，一边焦急地等待着审讯组和搜寻组传来的消息。如果再过半个小时仍没有找到吴林的下落，就只能释放张石军。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当时在会议室，我看天上一冲就一下就站起来噻，但是就是我们命案中的人给打电话说尸体找到，然后就马上赶到现场去看。发现尸体的地方正是之前警方锁定的区域内，在一片近一人高的草丛中发出阵阵恶臭。侦查员就是循着这种气味找到了尸体。这个尸体当时已经呈高度的一个腐败状，然后后面经过法医啊这些对这个尸体进行检验，
帮我去一些检查一些，后面确认了他就是吴某的尸体。吴某的女儿王某进行了一个辨认，他一眼就认出来了。当时王某的情绪几乎都失控了。有尸体我们找的话，他应该是心理临界点，应该一下就崩溃，就开始交代这种作案的这种情况，包括当天的行程，跟那女的到底当天咋回事，就开始交代。根据张时军供述，在婚姻介绍所认识吴林后，他感觉吴林与自己年龄相当，虽已是中年，但面容姣好，并且吴林的女儿已经工作了，经济上也没有负担，可以说吴林满足了他所有的择偶条件。可是也因此他开始惴惴不安，担心自己的经济条件配不上吴林。这种担心在他与吴林第一次见面时就得到了应验。他说的，你说的找朋友，至少现在有车子有房子，有车有房有钱。吴林想要的这些张时军都没有，他认为吴林对他有嫌弃之意，但出于对情感的渴望，他对吴林念念不忘。2017年8月24日下午1点多，张时军特意来到吴林居住的小区，想约吴林再次见面，但到了小区门口却开始犹豫了。当他终于鼓起勇气拨打吴林的电话时，打了很多遍吴林才接电话，这让张时军心怀不满。当天下午5点多，张时军带着吴林去了他的理发店，期间相处还算愉快。晚上8点多，张时军驾驶着红色燃油助力车送吴林回家，途中张时军提出要确定情感关系，而吴林提出要有房子，二人因此发生争执。吴某呢就想，他说你在德阳又没有房子，你现在这个经济条件又这么差啊，我作为一个40多岁的女人，我跟着你啊，应该是就是没有保障啊。你找这么多年钱，你连买房子的钱都没背，当时我听到就有点生气。张某这个人的性格应该属于很偏执，他很容易走上一个极端。这个吴某呢，然后可能性格呢比较直爽，然后就用脏话骂了张某，所以这个时候张某就起了火，就打了吴某。张时军说，吴林的表现严重伤害了他的自尊心，让他恼羞成怒。一瞬间，两次失败的婚姻经历带给他的刺激像洪水一样冲上心头，他想到这些女人满心都是功利的考量，得失的均衡，于是他把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在了吴林身上。他又去打这个吴某，打了不解恨，然后又拿他车上的这个音频线勒吴某这个颈部，然后一直到不动的时候，他还在现场就地取材，然后取了一些砖头啊这些砸这个吴某的头部啊，所以这个吴某就这样被这个嫌疑人张某给杀害了。将吴林杀害之后，张时军把尸体搬进了路边的草丛里，随后驾车离开。在路上，张时军将吴林留在车内的挎包扔掉，回到了理发店之后，他又将吴林的手机砸烂，扔到了店外的垃圾桶里。两次失败的婚姻让张时军的心理发生了极大的扭曲，他那极端敏感又脆弱的神经一旦被触及，平日里看似正常的人瞬间就变成了狰狞的魔鬼。张时军将自己的性格缺陷演变成了他人的悲剧，无辜的吴林成为了这场悲剧中最大的受害者。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是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